就是移动式冷气，东源的，可以转旋转风向，调整温度。现在19，现在已经19度了，再往下调不行，往上。哦，它同时也是冷暖气。然后呢，选择功能，现在是除湿，这个是送风。送风就是电风扇的功能，这是暖气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静音吗？哦，对，静音。然后再这个就是冷气了。它会这个选单会循环的运转。转到18度，然后再看风速，强中弱，最强，强中弱，最强。